让他听到话上的话。啊，就把那个退回来就行了。那个多长时间了？啊，那个多长时间了？多长时间了？啊，木多那就有不到一月了吧？不到一月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大地方大那个人大那个六七八的地方，会老百姓都在这里面去。六七八？哎，你不要这个没大，大这个地方最好。我们劳动劳动这个地方是他哪的？这个树地上穿的。七幺六。七幺幺。七幺六七八。啊。那是劳动年吗？我跟你说是劳动，你不来，他肯定不跟你说。要是这个地方你大，有什么都得骂上你去。他来，他说回家跟劳动说的，他就没在吱声。换那个电机，还有那个减速器，因为他回家都没看见，他就不该吭气，他就害怕跟劳动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打电话，打这六七八的电话都行。这个地方离南阳有多远？离南阳啊，一百上150公里，不止150公里。